手或者是音乐人啊、你们所做的过去一两年来你们所做在音乐上所做的这些一切努力啊，不管哪一个得奖吧，整体的入围的歌手我们已经得到奖啊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来看这一届传媒推荐大奖的入围名单。2015余喜奖传媒推荐大奖入围的有温丽敏、
所有的颁奖嘉宾，请所有的颁奖人以及颁奖嘉宾还有赞助商一起上台来。